好，大哥，我来问那个，你是阿美族哈？嗯。那我现在来问那个补记造句法哈。嗯。那个补记很大怎么讲？鸡巴很大怎么讲？大爱个个补记。你拉长音念慢一点。大爱个补记。大爱个补记。嘿。鸡巴很小。哎。咪咪爱咕哩咕不给，咪咪爱咕不给，咕不给，哎，很小。那有的男生很喜欢那个 BB 很紧，鸡巴很紧啊。哦、BB 很鸡巴很紧怎么讲？咪咪爱五放，五放是紧啊。就是动啊。不是不是，那个不给很紧。还就是啊，一样啊。不是，那紧一样一样呀、啊。不是小。不是动哦，紧那个字怎么讲？很紧。紧住哎。紧住哎，不。哎，紧住哎，不给住木。哎，那个鸡巴很松呢。啊，当哎鼓鼓放。不是大哦，是松掉了。哎，松掉，当哎鼓放。当哎大怎么讲？当哎。我现在在问松，不是大，很松掉了。就是。橡皮筋松掉了，不是？哎、就是党哎，跟小明明哎，跟党哎不一样啊。我在你叫什么？我当是屁屁，你大屁屁屁，我屁屁叫，我当是屁屁。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我当是屁屁，我当是屁屁了。我上课我当是屁屁，我当是屁屁的课，我当是屁屁。太雅话妈妈怎么讲？我当是屁屁。雅雅那一次，雅雅不不，雅雅买头，雅雅买头。你跟谁学的？还跳舞叫屁屁，我不知道你。哎，很松怎么讲啊？女生生完了那个屁屁会很松怎么讲？哦，吉娃娃诶，当然无妨一样。哦，哎一样，我们那、那个、阿弥陀佛都是这样。那个吉娃叫草诶，怎么讲？哦，安都海。安都还不给、哎、安都还很臭啊，那 BB 鸡排很香呢。哎，放西塞，哦，放西塞不给。哎，对，那个找不到洞啊，塞个给你们误放，这是教学拉长音念慢一点，塞个给你们不误放啊，哎，舔 BB 怎么讲？用舌头舔 BB、哦、啊，猪猪笨。猪猪哎，猪猪笨咕哩地，猪猪笨咕哩地哦。哎，他们上次讲说那个那个他米纳斯纳斯都不记哦。哎，就我跟你讲，我们阿美族跟光复跟台东不一样哦。哦，有差别一点点、啊。你说你是哪里的啊？哪里的老家？哦，老家是住在台东池上啊。啊，池上哈、哦。哎，啊、哦，那个。抠鼻怎么讲？抠鼻，抠几掰？抠几？哦，啾啾问。啾啾。嘿，啾啾问。他们说啾啾问都不给。啊、哦，你会吗？那个如果说那个刚是抠后，如果说挖鼻鼻怎么讲？用挖的。哎，整只手进去。把中恩刚妹妹啾啾。把中恩。这个手。念慢一点，念慢一点。把中恩姑。嘎麦。把中恩姑嘎麦。啾啾啾啾，哎，哦，对，那个舌吻怎么讲？亲亲嘴后舌头在那嚼。哎呀，玛丽，你不是玛丽啊？我的是你哦，这样拜托牛，这样子、哦、要看那个舌吻，那个安奶奶，那个台湾话怎么讲？那玛丽，玛丽跟玛丽哦，玛丽，玛丽舌头嚼怎么讲？嚼米赖，米赖玛丽，对，哦。那阿美族的拳头怎么讲啊？把飞镖做成萨克木，你慢一点。萨克木，萨克木。哎，因为他们现在有用那个拳头伸进插进去，哎，插进去那个骨壁里面，那个 A 片里面有吗？把住木扔那个五拳头，把住木扔那个五萨克木。哦，萨克木。哎，就是这个要插进去啊。那那个那个补气很深哦，当我的古古方一术啊，很深，当我的古古方一术。像那个傣样德鲁古会讲那个嘎金比比吼牛，不是你们的牛怎么讲牛？咕噜
胡龙不给，哎，牛鸡巴，哎，就是牛逼的意思哈。哎呀，对，把这个不给蹲胡龙一样了。嗯，哎，这样。那个如果不给烂掉了怎么讲？啊，嘛，嘛也嘛，我看很多种了，我们的话。不给烂掉，你们的烂掉怎么讲？哎马布尼爱的古布吉伊索，马古尼布尼，你再念一次，布尼布尼，爱的布吉伊索，哦，马古布尼爱的古布吉伊索，古布吉伊索，哎，都就是烂掉了，你的鸡巴烂掉了，哦，这样，那那个，酸，很酸怎么讲？哦，阿吉西麦不贵，阿吉金不贵。那那个 BB 几麦湿了怎么讲啊几沙浪爱的古布给说要拆掉照你们照开没有互相保留证据嘛你要保留那个证据没关系你就拍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他拆掉好那个电先拔掉 好不好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你赶快去拆你不要再拍我我有权利哦你也在录影嘛、哦、好不好你去拆了赶快去拆了哎我知道我会去看。先生，你刚刚就这样，我不知道你叫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拔掉，好不好？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店，所有财产，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村长，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你让你拆掉，这是你的窃占。太干了，怎么讲？买一张哎，都个不给一束，买一张，买一张，还就是干掉了。那你说那个不给抹口水怎么讲？哦，把那个那书把一粒第一束。哦，这样。那那个跳起来怎么讲？哦，你得高潮，得高潮的意思了。不是跳，那个青蛙，还是有青蛙跳，青蛙跳那个跳怎么讲？哦、跳。米德鲁在打过来。米德鲁打过来。米德鲁在，米德鲁在，打过来。蛋怎么讲啊？蛋，鸡蛋的蛋。你叫你不要写太多，真的哎呀、啊，你是忘记。不是，我有录影可以重看。哎呀、啊，不是蛋怎么讲？蛋哦，鸡蛋。打哦，米德鲁福福德哦，那个我要讲跳蛋呢、啊，那个情趣用品，那个叫跳蛋。就是一样，米德鲁在打过来，打过来，一样的道理，要跳嘛。嗯，哎呀、啊，一样啦。那我们有时候用闽南语吼，那个叫骂吼，你娘老鸡掰怎么翻？照字面上，你妈妈怎么讲？你那属？但那我们那技术，闽南语为多技术这样，我们的话哦啊，干你娘的意思了哦，哎呀，但那我们那技术就是很气的啦，嗯，哎呀，就是这样啊。那个很色怎么讲？哦。你的姑娘去干阿里，嗯，这样啊，你慢一点。哦，所以吃的时候他会叫你，把路逼逼，因为那个逼逼里面有一个痘痘，有没有？对，挑衅的痘痘，有没有？阴蒂嘛，阴蒂。对，那里面有痘痘，阴阴唇的上一层呐、啊。那个阴蒂逼逼，那个阴蒂怎么讲？德鲁话阴蒂，不嘟，嘟嘟，不嘟，不嘟，嗯，不嘟，不嘟。哎、欸，阿妹族叫本怒，本怒，哎、欸，怎么样不了解？孤独，我没有老婆吗？伊尼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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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爱，丹尼爱，吉卡阿力，吉卡阿力，快乐很色，哎、哦、呀、啊，这样啊，啊，那个肛门怎么讲？肛门，我们大便那个肛门，很木，很木，哎。因为现在都买过来木，现在有的 A 片那个男生会干补地，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是你就回答，我就知道。他也会干女生的肛门吗？哎呀，那阿里本快木大哥哦，哎，阿里本快木大哥，玩我的肛门这样、哦，很爽，怎么讲？哎，哦，感受爱，哦，感受也是好的意思。哎，对呀、啊，感受，哎呀，哦，这样啊，不要停，啊。不要停下来。蛤蟆巴斯拉。蛤蟆恩巴斯拉。蛤蟆恩巴斯拉。那萨拉曼嘎哥说：“你不要休息，继续玩这样。”用力一点。还
白痴人，不是猎人一样。那我们台东就是白痴人，花莲的话是猎人。那那个他说，我快要死掉了。莫把带都搞弄混呢。我快飞到天上去了。哎，对，一样一样呀。不是，帮我翻译，我要飞到天上去了，怎么讲？哦，我明天该搞个格格拉样。啊，好，这样。那个他们现在讲说多轰趴多批吼，就是很多人一起做爱，怎么讲？哦，群交啊，哎，群交嘿。个干爹娘，阿美族语怎么翻译？阿里半归纳，你说抠鼻怎么讲 ？QQ 案不不给，吹喇叭怎么翻？米滋滋，杜邦啊，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啊，米苏拉苏的，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米阿里，很爽怎么讲？卡苏埃 ，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阿里拜杜卡苏。Mari ku sak kita dan ini footing. Muhammad kayak forus aku. Sayang. Oh. Ya. Oh. 那个你们的瓜牛怎么讲？啊，祖母哩。我上次在那个巴翁翁哦。啊，巴翁那边海鲜的。对，那个年轻人说那个瓜牛皮，瓜牛皮怎么讲？啊。他说那个瓜牛的皮怎么讲？嗯。皮怎么讲？嘎肚儿，古木祖母里嘎肚儿就好。嗨，就是皮啊。他说那个女生米阿利后那个皮会外翻吗？我就是在考虑刚才那个，一定讲到这个女人的事情了、啊。哎，他们说那个叫瓜牛皮哦。嗨，对，瓜牛皮，当然这个了嘎肚儿。嗯。那个肉很厚了。嗯。当然这个嘎肚儿。哦。哎，那瓜牛啦。嗯。那个在滴水的怎么讲？一来就沙浪。嗯，沙浪一来多。哦，那个高潮怎么讲？哦，嘎射。嘎射。哎，嘎射，很爽啊。哦。哎呀，那个什么乳胶怎么讲？有时候那个棒啊放在那个奶珠珠中间呢，乳就是。我当年过了棒啊，一瞬间你发罗汉。嗯。那个嘴巴怎么讲？牛油屎。牛油屎。哎，牛油屎。你们如果放鞭炮，那个爆炸怎么讲？爆炸。一样，过来放爆啊！我又是帮包啊，他们叫讲口爆，口爆哎呀、啊，那个内射怎么讲？射在里面。一来都一发到做阿古古拉卡索爱一样的道理。哦，哎呀，在那我的心里这样。不是。那个绑啊，在补给里面射、啊就是，射在里面怎么讲？对，就是把猪公山堆射，应该都感受爱，这样。那个他们讲 A 片讲那个颜啊，颜色就是射在脸上，精子射在脸上怎么讲？啊，蛮能爱到姑娘，莫拉阿里拜，应该都伊发露出阿哥，应该都发露出阿哥，这样。有时候男朋友会问女朋友说。你要我射在哪里？怎么讲？啊，你在那里说，我现在哎，准备，等他们那算算你们射了吗？我要往哪里？这样，嗯，把无论那个还是用嘴巴，这样很多种了。嗯，这个话，破掉怎么讲？破掉，破掉，马的巴呆到，你们的狐狸怎么讲？阿美族话狐狸。或者是那个果子狸白鼻心。哎呀，我知道，我这么打猎的。我们的阿米斯的话是一来都跟人家雇佣。嗯。哎，这个狐狸来了，这样一来都跟人家雇佣。狐狸怎么讲？雇佣。雇佣。哎。破掉再一次。马德巴。马德巴雇佣、哎。就是那个破吧，台语叫破吧。
内射怎么讲？有些男生那个跟女生做爱会射里面，内射怎么讲？嗯，射在里面怎么讲？啊，妈，怎么？这阿姨在偷听啊！啊，那个阿姨在偷听。对呀，射就是。Masyarakat sarang. 再一次。Masyarakat sarang. Masyarakat sarang. 哎。我问他们说破吧，那个吧什么？他说是狐狸，就是比喻那个女人很烂的意思。往这块的有无？我讲你听，往这里啊有阿咪啊，阿咪啊有，嘛是有两种啦。嗯。哎呀，啊你别地人嘛是过哪种啦？对不？没有，我趣味翻译啦。哎，那个。哎，我看哈，那个就是偷男人的女人要怎么讲？你就是小三呐、啊，阿美族话可以怎么讲？没阿拉一句话发给阿公。嗯，哎，这样我讲几句话就好了。嗯，要是我讲比较深的话，太多了。嗯，哎，我讲简单的话给你听就好了。嗯，没阿拉一句话发给阿公。嗯，这样偷女人。哦，对啊，你阿拉爱多发阿哥咪大高，嗯，这样。那、啊、如果说那个补给很有弹性，怎么讲？哦，噶帅过啦，补给伊拉，噶帅，嗯，补给伊拉。那个补给，有的女生她们很嫩哦，十几岁的补给很嫩、哦，怎么讲？我阿哥呢，嘛个巴海过啦，补给伊拉，他巴补给伊拉。那个补给的毛怎么讲？阴毛。这个木塞姑娘补姑娘补给伊拉这样，毛古木斯，就像这我们这个古木斯。哎，你们的阴蒂叫不很怒啊？不很怒啊？什么怒？阴蒂，女生的那个痘痘啊。阴蒂不是女生那个补给里面有一颗。蝶交配会产卵，交配怎么讲？交配，对，就是那个动物的。Matadagets，Matadagets，哎，我在念之后 ，Matadagets，哎，哦，白怒，不很怒嘛？哎，白怒，我念，这我念不标准，还反应不过来。伊拉一个叫白怒，伊拉哦，很漂亮，是，噶帅，那样。哦，哎啦，哦，哎，那个阴道怎么讲？哦，伊拉都，噶帅不亲密了，伊拉冇噶帅多，我冇杀了毒杀浪，你很长了，你写不到了。子宫呢？啊，这还就是那个，几上个多个半路伊拉，这样。哦。哎，那一样的道理了。那他们说那个饮水哈，就是在米阿利的时候会有那个水流。那一些的啦。那个怎么讲？啊，就是刚刚讲的，噶帅不亲密了，冇杀了该毒杀浪。哦，哎啦，哦，我没有骗你了。嗯，以前有一个记者也是跟我反映的，哎，我是这样讲的。那个妓女怎么翻？什么妓女？妓女啊？妓女，我掉过。就是万华这些那妓女。原来都念的大力半。再一次慢一点。原来都大力半。伊来阿多。啊？原来都过大力半。你不是？你念慢一点，我要学。伊拉爱，伊拉爱，多，大力半，大阿力半，嘿啦。哦，那个夹起来怎么讲？有时候男生说夹紧一点。哦，不给夹紧一点。白痴的你，木特，不拉帮啊。嗯。这样，夹起来。哦。白痴的人不拉帮啊。那男生的器官怎么讲？大死。女生的呢？那这是通俗文化。女生的怎么讲？那你有大死吗？我知道。我看一下吧。哎，这边有小孩子，你别闹、欸！你旁边都小孩子，妈妈被骂的。刚刚那个是女朋友吗？刚刚是人吗？好像好险！你们昨天有哪些有哪些功夫动作？这不能讲。有大咏春了。接怎么讲？我十八代。啊，对。那待会我找你哦。好，那说这样，很会摇呢。嗯，我把那个兄弟捉住。嗯，哦，那个擦深一点。哦，白痴的，把中国人不得帮啊。嗯，这样。那有些女生会开玩笑说你的太细了。
比比我有点秘书，哎，很小啊，哎呀，不要写了，你我已经写到了。我给你看一下。我讲的太多了。没有，不是我跟你讲，要文化输出。你看，你弄到影片那边都是我在广告的，哇，我死啊！那个林正义，哇，专门的呢。你现在叫林正义啊？没有，我改名，我叫林敏生了。等一下，本来正就是那个正义的正义两个字啊。林，正方的正，三民主义的义。哦，那现在叫林明生，明天的明，对，生命的生。哎，干嘛？为什么要改名字？我以前很凶嘛。哦。哎呀，那个。我是一流的。阿密斯，你的阿密斯的名字。金匠。金匠。哎。台东直上的金匠。哪一个村？正兴村呢？正兴，正当的。关山对面。对啊。正当的正，新高兴的兴那个吗？还是新旧的新？他那个 A 片有个情节叫颜色，哈，刚是内射，射到有些女生说射我脸上，射在脸上怎么讲？慢来说，慢来给说呢。慢一点啊！没事，慢来说你把啥的那啥浪的，把这自然一点呢，比心拉歪啊，哥这样。哦。把折折来，把什么？你叫带我念。把折折了，把折折了。今天一天拉歪牙哥。你正兴村那两个字怎么写？哦，手字旁。哦，正坐的正啊。哎，对。兴呢？高兴的兴啊。哦，正兴村。6032号。那个正兴村的阿美族话怎么讲？啊，伊滴来个念了是一木料。嗯。你是池上池上池上算镇还是乡？乡。池上乡。哎，关山对面而已啊。正兴村。哎。的哪一个部落？就是正兴一个部落啊。有的部落，有的村会有两三个部落。没有，不是就一个部落。像那个电光，它就。电光的上面一点点。嗯。哎，这边是正兴村，这边是嘉武，这边是电光，啊，这边就是那个。宝华山嘛，嗯，哎，就这样，我的症状。哦，哎呀，总之上这样算下来呀、啊。你池上的部落我还没去过。哦，马热闹的嘞那边。因为你们有一两百个部落，所以我每年尽量去不一样的。哎呀，像你这个哈、哦你要多跑了、真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福啊？那个电光。积水公园我知道啊，电光龙兴跟什么有哦，那个在德高干爹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马黑布苏，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马努卡达安苏，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大亚根努比比苏。这样，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啊，是你上的、啊。什么事情嘛？那要问你啊，是什么事情啊？你找我干嘛？就是你上网的、啊。上什么网？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啊？没有，我说我烧垃圾啊。你烧垃圾然后呢？是你上的吗？怎么了？我女儿跟我讲的。你现在什么事情？我有影响到你吗？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是吗？对啊。那你死了没有？然后呢？那你为什么不讲台语？那台语不是更毒吗？你去检举嘛。你要去检举啊！你都来这边拍了，你今天是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我没恐吓你，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那你就回去了嘛。可是重点是，我烧的有比台泥毒吗？我是问你。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我问你嘛。我有烧塑胶吗？有可以烧，有没有烧衣服？那都是有毒物体啊！你那是木头吗？可是重点。
我自己烧，我在我家烧。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整个操场都是。从昨天我闻到现在，真的不舒服啊。从昨天没有，我昨天没有烧哎。你现在要干嘛？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为什么不能 po 文？你为什么？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啊，对，是面。你现在来恐吓吗？我没有恐吓你，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你强迫我做什么？我没强迫你啊。那请你回去嘛，离开嘛。你都已经 po 我了，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我有指名道姓吗？是没有啊。我有拍门号吗？是没有啊。那你还不谢谢我啊？你要收罚单吗？你要收罚单吗？你要让我收罚单吗？你要收吗？那请你离开，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什么叫灭火？那你就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你先讲台女再来。我现在打110报警。你打。对。对，你打。现在打，我等。